到 Chamberlain 这里啊，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它一道菜品啊，就是啊一个套餐呢，只是需要5块钱，就像现在我吃的这个套餐的，有鸡肉，有豆腐，有啊豆饼啊，还有菜啊，那它只需要5块钱，还有一个饭啊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，它这个是印尼餐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它这个是阿扬贝叶，所以我们吃了啊很多地方的阿扬贝叶，我们试看这间5块钱的阿扬贝叶。这里是包菜、青瓜、还有炸鸡、豆腐，还有这个豆腐，这个是三八汤，还有这个。现在我们试试看它的这个鸡肉，这是它的安排给的炸鸡。吃起来很香，很炸的味道。蛮够味的，辣椒有点辣椒。好吃，虽然只是5块钱呢，它这碗饭还蛮大碗的。它这里应该是做比较。平民化，就让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料还蛮多，是它的豆腐，沾了辣椒，是它的豆腐了。基本上这样豆腐啊。但是这个辣椒还蛮开胃，那是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豆饼，这就是他的豆饼，薯片，这片包包的豆饼，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，因为有些人觉得它有一种就好像卤肉的味道。不过这种它切的扁扁的，这样炸起来，就不是有那种很浓的豆啊，还是卤肉的味道，反而是香脆脆的一个炸饼的味道，还蛮香。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好像印尼餐啊，或者是一个当地的马来餐啊，哎，这个地方我会推荐哦。就感觉呢，有可能是这一带就是有工业区啊，然后有很多那个也是有2间大学，所以它这边的价钱呢，就可能为了符合这个区的需要，所以它的价钱就每样啊，它煮的那些套餐呢，都是5块钱罢了，是很值得嘞。